可爱的横向卷轴冒险游戏 Post Night， 尤其是在近期推出了系列续作，游戏中玩家将能够再次成为 Post Night， 举起手中的宝剑和盾牌，利用神秘的卷轴进行特殊的送货服务，并在完成后获得丰厚的奖励。在战斗部分采用了和前作相同的玩法，角色人物将在直线上奔走，玩家将需要适当的释放冲刺攻击和格挡，才能够在猛烈的攻势中生存下来。不同的是，本作的战斗替匕首和锤子这两把武器做了新的动作设计，因此玩家将能够从三种不同的武器中选择属于自己的战斗风格，一路朝 S 级的 Post 9迈进咯。